成为瞎子还是瘸子？我建议啊，成为瘸子还能够看美丽的世界。我不采纳你的建议，走不了犹如井底蛙，哪有美丽世界？表姐只会羡慕坏了，我起码还能行动，徒步环游世界，怎么说？完全没有说法，看着你乱走仙人掌丛中，我笑都来不及，哪里会羡慕？喂喂，回头啊，你前面全是仙人掌，完了，表妹看不到我，又动不了，只能干着急。一般对话我悟了，这是让我们相互配合，我当你的腿，你是我的眼，这还用悟吗？来，你先面对我，这个配合很简单的，你把我背起来，我给你指路就行啦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选瘸子了，这是把我当苦力使唤，我咋就这么笨呢？笨对了，直走，前方没有障碍。这沙漠还是太危险了，有仙人掌还有蝎子，而且物资也不丰富，表姐你指挥我离开沙漠吧。溜了溜了溜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沙漠商人，在你的左边，小心点啊，有仙人掌。我们过去看看商人有啥摆的，左转然后直走，这边没有仙人掌，你大胆地往前走，除了商人的骆驼没有别的危险生物。哎，等等，你走过头了，回头走五步，可以放我下来了。我看看这个商人有啥摆的，不错嘛，有很多的武器还有装备，一套下来可以增强不少。哎，武器在哪儿呢？我看不见啊，表姐，快给我也整一套。嘿嘿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，感谢表姐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会好好当你的牛，当你的马。你在跟谁说话呢？那是骆驼，不是我。哎呦，你可真的是个瞎子。行吧，背上我，我们去雨林看看，雨林宝藏多，而且没那么危险，适合咱俩这残疾人。等等，别过去，那边好多蝎子，往右边走。你咋还左右不分呢？一个劲的往蝎子堆跑。这哪能怪我啊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别说左右了，我连上下都快分不清了。要是你看得见还有武器，就靠你俩蝎子了。战役涌上来了。听说蛇胆能治病，说不定啊能够把我的断腿和你的瞎眼给治好。正好咱们也打算去雨林，收拾雨蛇神也就顺手的事儿。不过先去找到秘宝，打雨蛇神也得有点底气嘛。就在前方了，表妹直走。直走，好嘞。我咋走不动了？我想卡在原地，咋回事啊，表姐？这有个酷跑，哎，不复杂，但是很绕路。你退回原地，听我指挥，直走，然后左转四步，再右转。再右转，啊，对了，继续往前走，走三步左右，再左转。嘿，可算是通过了第一关。什么？兜兜转转那么久才过了第一关，这合适吗？后面还有啥难题？这是一个跳横杆酷跑，你尽管往前跳，先往左边一点，再往右边一点，啊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哎呀，我看表妹玩的我都快急死了。这酷跑平时很简单，怎么现在玩这么难弄？我也快急死了，好吧，根本不知道你在说啥，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，一会儿跳一会儿别跳，脑袋里一团乱。 A few inches later， 忙碌半天可算是看到了秘宝的终点，表妹咱们可以松口气了，接下来就看看雨蛇神的蛇胆到底能不能治病了。打雨蛇神咱们继续这个办法，你背着我，我在你背上输出，姐妹联手天下无敌。现在是已经摸进了雨林神殿里吗？我听到了雨神的咆哮。没错，接下来你就左右移动蛇皮走位，尽量让雨神别打到你。白雨神就让我来，你这走位还不错嘛，这雨神真是大不动砸的。走走走，上宝座把蛇胆拿下来。怎么没有蛇胆啊？只有两个乔木果实，可恶，被骗了。算了，有啥吃啥，拿来当补偿也好，死马当活马医。等等，这玩意儿有效果，吃了之后我能跑了。吃了之后我眼睛也亮了，我可算体会到残疾人有多痛苦了，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帮助他们。